问西游记师徒四人里最忙的是谁，那一定是沙和尚。戏里这一路上他负责挑担，戏外饰演沙和尚的烟花里还有演十来个角色，光是第一集猴王出世中他就客串了三个角色。沙滩上卖大力丸的是他，金殿里找猴子的是他，天庭的千里眼是他，御马监奸臣是他，铁链大将是他，斗文天王中拿反的是他，看孙悟空头的刀斧手是他，西海龙王是他，太上老君是他，观音院里的和尚还是他，见过巨泡脸，第一次见绝泡脸。